随着虎年春节的到来，四川成都回族虎姓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引发关注，写作虎却读作猫，其中原因当地虎姓民众却并不了解。对此有专家表示，该现象源于回族与彝族族际交往。48岁的成都市新都区龙虎村村民虎斌经营着一家清真餐馆，一直坚持烹饪祖辈传下的特色小菜。虎斌告诉记者，每次解释自己姓猫，都会惹得朋友哈哈大笑，他也习惯了大家叫他猫师傅。认得到的人呢，你就说夺猫；认不到的人，你只是说夺虎。遇到有些不理解的人说的，为啥子你写的是虎，为啥子你要夺猫，晓不得？这个就不好解释，晓不能不？我姓虎，也说虎，虽然我们姓夺猫，但是我也在希望在这个虎年当中，大家一切顺利，虎虎生威。春节前夕，记者在龙虎村走访了多位虎姓村民，发现确实无人知道这一读音的缘由。一位70多岁的老人表示，从小就叫猫，老一辈就这么读，当地还有猫家祠堂。记者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来到了年久失修的猫家祠堂，据了解，曾经的祠堂宽敞明亮，建筑外观设计和内饰雕刻都十分精巧，如今主要建筑房顶已经坍塌，门窗和地板已经破败不堪，但从墙上的石刻和窗沿上的雕刻依稀感受到家族曾经的辉煌。在最鼎盛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猫姓人比较多，大概有几十户上百人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个人口就迁移出去的，有嫁出去的，还有改姓的，就人口就减少了，到现在就只有几户人了。记者随后查阅资料发现，如今中国虎姓回族人主要分布在宁夏、云南、四川以及南京、洛阳等地，而唯独在西南地区的四川、云南读作猫，其他地方都读作虎。关于西南地区虎姓读猫的原因，中国民间说法不一，有的说是为了禁祖避讳，也有的说是因为躲灾避乱。巴蜀文化学者袁廷栋也表示，以前中国民间有避讳虎的现象，因就读猫。据我所知，全国的话不只是人的姓，就是生活当中把虎都叫猫，好多地方都有民间的这个习俗。因为老虎的话，过去认为不吉利的，太凶，避讳就读成猫，甚至叫就把它叫成猫。昆明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虎立平也曾受虎姓读猫的困扰，对此多有研究。他告诉中新社记者，彝族文化崇虎将猫虎异称，把虎读作猫，所以当外来的虎姓回族迁移后，很自然受当地彝族的风俗影响。像西南片区这边呢，它是彝族的土司文化它比较盛行，那么在这个彝族的语音当中呢，他把老虎叫做大猫，虎姓的这个回族，然后呢跟彝族在这个族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么一个音变。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它体现的是一种多民族融合过程当中的互相的和谐。